Vanderlande. Challenges in motion. Vanderlande 中国欢迎你。我觉得范德兰德最棒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同事，每一个同事都非常乐意去帮助其他的同事，并且尽心尽责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范德兰德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，在新产品的开发中我可以学到很多的技能。我最为自豪的是在过去的十年，在我和我的团队以及供应商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为全球过半的机场项目成功地交付了我们的设备。在这个科技的时代，我们坚信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，可以迈向成功。我们始终精益求精，以客户为导向，不断充实自己，提高自己。通过建立范德兰德的企业大学和全球人才发展计划，并于每年开设超过800多门课程的专业培训，从而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、知识和特长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通过创造这种学习氛围来支持您的长期职业规划。我喜欢在范德兰德工作，是因为从项目的成功中获得成就感，同时认可公司的企业文化，给予员工充分自主的发展空间。我的短期目标是提升我自己的管理和领导能力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我希望以我的经验使部门的研发能力进一步的提升。我在范德兰德通过团队的合作以及与客户的沟通，我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，并且在解决问题上更加自信。范德兰德在全世界超过105个国家拥有5000多名员工，在不断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我们致力于超越客户的期望，并助力于全行业的持续发展。如果您拥有远大的理想，我非常热衷于去了解认识我们全球的客户群。我已经走访过俄罗斯和德国的一些客户现场，从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。我在工作中的最大挑战是在国际化的环境中适应各种文化，取得项目的成功。范德兰德提供了广阔的平台，可以让我带领我的团队变得更加强大，为全球范德兰德的项目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希望加入范德兰德，开拓您的职业生涯，那就请联系我们吧。期待你的加入。Vanderlande, Challenges in Motion.